希哈勒是多级两性苷粉烯乳系。在此说明它的用法：打开盖子，摇动吸乳器，将它垂直拿好，按下吸乳器，直到可以听到嘎哒一声，然后松开。将吸乳器放在旁边，吐出肺部所有空气，将吸乳器含入口中，尽快深吸气。憋气10秒钟左右，或者憋到您可承受的时间限度，然后缓慢吐气。盖上盖子。结束后请漱口，吐漱口水。计量计数器出现红字时，表示还剩余20个剂量。请将吸入器放在干燥的地方。可用干布清洗吸口。